红帽会，在这眼目清纯，冬日星空下，北斗国小青青草地的野餐红帽会表演即将开始喽！幸福好时光，野餐红乐秀。今晚的演出形式非常的丰富多元，有唱歌、音乐、舞蹈，肯定大家都会惊喜难忘。北斗国小中庭有一片青青大草地，很适合来举办野餐同乐会表演。大家自备野餐垫、美食、饮料，最重要的是，请大家要带颗快乐的心。所以找个喜欢的地方，记得找到最佳的观赏视野区，铺上野餐垫，边吃边聊，然后仰望我们的天空啊！太可惜了，今天没有星星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就是最闪亮的那颗星。对，我们是地上最闪亮的一颗星。没有看天空，我们看台上。欣赏我们绽放的表演节目，一同欢度美好的同乐会表演。好，今天是我们的冬夜限定版哦。今天现在是冬天吗？我讲冬夜限定版是对的。好，我们的野餐派对汤。这是我们北斗国小创校126年以来的第一次的创举哦，掌声鼓励一下，第一次在这里哦，办个野餐趴，好，这个创，哦，好，哦，这个创举的来源是我们的游校长他的创意巧思哦，游校长在哪里？欢迎校长，来来，这是我们校长的创意巧思哦，好，所以。我们的野餐那个同乐会讯息一抛出去的时候啊，就获得大家非常热烈的回响啊，好多小朋友都报名参加今天的表演活动哦，哦，我们实在非常期待他们今天的才艺秀，哦，所以大朋友小朋友别忘了给舞台上表演者最热烈的掌声跟鼓励好吗？哇，大家很厉害哦，很高水准的水。高水准的观众，好，所以大家就找到自己喜欢的地点，不管你是在这个西区的摇滚区也好，或者是离我很远的看台区也没有关系啊，哦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大家在这里有多大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这有多大？好大！好大是多大？1000多吗？哦，一千平，一千平，小老师讲的，这里有1000平方公尺左右哦。这是我问总务主任的哦，我有这么客，我有讲的哦。好，这里有1000平的大草原，所以只要铺上了野餐垫，然后摆出你爱吃的食物来，我们一起揪团来看，来野餐，来看表演，好吗？好，好不好？我们精彩的节目就要开始，那当然刚才我们说我们是 test， 这次要来真的了。好，首先我们要先来做一个活动大合照，好，来来，小朋友就位，小朋友